我这次改的歌曲是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原曲是我觉得是比较中国风的旋律，它歌词也是，然后使用的那些乐器，这个编曲上面也是比较中国风的感觉，我就把它和弦都改的比较爵士一点，然后就是把那个重点放在 R&B 上面，然后唱法可能会比较爵士或比较灵魂乐一点，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中国风，所以我还是有找我的学长一起来帮我伴奏，这样就是有加胡琴。中国的乐器这样。
心碎了太多。来，给几分？真难得的一刻，这里获得我们现场四十位陪审团满分四十分，太惊人了。我没有看错，我要用我最有磁性的声音来公布这个史上真是真难得的一刻，这里获得我们现场四十位陪审团满分四十分，太惊人了。配得恰到好处，而且 B-Pass 真的觉得很厉害，我是跟妹妹说她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来多点，来跟原本曲风有截然不同的感觉，就很棒。然后因为 B-Pass 觉得超厉害的，超厉害。谢谢。那我问大家，你们真的有因为旁边这位，你觉得有加了一点分数，造成他达到四十分？旁边这个真的有帮助吗？你觉得他有帮助，请举手一下。哦，所以四十分里面有三十几分是投给他的。如果他没有来的话，你只剩下八分左右。谢谢。晋级了。哎。动人心弦的旋律让谢震廷获得观众陪审团的全数支持，而瓦华老师与马世芳老师也给出20分表示赞赏。关键的时刻到来，谢震廷能否获得满分达到比赛的巅峰，决定权将掌握在薛中明老师手中，他会做出什么决定呢？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，薛中明老师赢这20分，决定是。哦，我必须坦白说，我必须要用更严苛的方式在看着你啊，因为我觉得你当然已经超越我今天这个题目了。就这个题目来讲，我的确一定会给你满分，因为我认为你其实就是达到我所要求的这个部分。我期待你有更高更高的表现，也期待你的旋律上跟词曲能更精进。80分，我认为是你最高最高的分数，所以我今天决定没办法给你三十分。谢谢老师，加油。好，薛中明老师保留他的20分。虽然薛中明老师并未给出手中的20分，谢震廷今天的表现依旧相当令人惊艳，获得80分的优异成绩，顺利晋级比赛的下一个阶段。